观光列车首航发表记者会正式开始，所有现场长官、贵宾，还有媒体先进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 Sandra 黄怡珊，相当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各位共度这个早上的美好时光，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担任这一次偶熊组长欧贝尔微笑观光列车首航发表的记者会活动主持人，同时 Sandra 也是交通部观光局超级任务组偶熊组长的发言人，在此仅先代表主办单位还有偶熊组长欢迎各位的拨冗莅临。欧贝尔微笑观光列车是交通部观光局以及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两局共同合作推广在地旅游的一项重要计划，因此两局特地联手打造了这一辆以偶熊组长还有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大家等会会看到他们现身的，就是台铁参旅熊，分别为铁鲁还有他的妹妹 Hannah 奖两位可爱的兄妹，总共是三只熊作为主角的彩绘列车。而今日这个发表会就是这一部列车的首航发表，待会将会邀请各位长官还有媒体先进朋友们与我们偶熊组长以及台铁参旅熊两位双熊姐妹一起来搭乘欧贝尔微笑观光列车，共同前往台北车站，体验有熊陪伴各位一起在台湾铁道上驰骋遨游的一种乐趣。那当然了，在我们列车以及偶熊组长正式出场之前，要先来邀请我们这一部微笑观光列车的催生者，分别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还有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的两位长官，是不是可以麻烦我们前方朋友借给我你左手好不好，后方朋友看到我吗，借给我你右手可以吗，让我们用左手加右手两手拍拍手来欢迎我们交通部观光局铁路管理局这边我们运务处的处长张景松张处长来，我们帮我们来到台前，小心脚步，让每个人都脚步来到台前。